错啊，因为我看到有个六个绿宝石可以换的东西，在家里的人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在外面好像在中间的村民吧，我再去看一次。喂，我、哦、你们这边打起来了，哎呀，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前面又来一个，好，一起上，一起上，一起上，哎，一起上，一起上，啊，没有斧头哎、欸，哎、欸，对啊。我可以击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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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下去，下去！死了，死了，死了！结果居然是被打死，不是打下去了。来了，下雨来了，下雨来了，下雨来了！走开！对，斧头、绿宝石可以换。好，那有时候有些囤吧。好，那可以囤一下。饭桶名牌一，哦，可以吗？可以吗？哦，继续，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哦，哇，他们接二连三过来，接二连三。啊，我在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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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哎呦哎呦，他没有盾啊！哇，矿魔，矿了魔，跑过去，跑过去，跑过去！哇，他那个扩散，扩散把你们打爆了！掉下去，掉下去了，掉下去，被掉下去了，被掉下去啊！我们扑快一点啊！可以吗？可以吗？可以过去吗？哎，对了，过来，过来，过来了！我打过去，打过去，打过去！突破，召唤作者！哎，我的节制氪金，我打他比较痛。哎呦！后面还有一个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哈气，哈气，哈气！我把他打下去，打下去！你们冲！我退下，退下！矿了魔，矿了魔！哎，我掉自家去了！你哎哎哎哎！作者杀人了！要拿那个起始木剑才可以那个砍羊毛哦。好，我这古力棒超快的，干掉干掉干掉！哇，哈气！谁？小雨跟哈气。哎呦啊！这样子，现在他们可能就会有那个了，抗性，抗性，抗性。他们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抗性。嗯嗯。哎呀哎呀，不愧是，我被雷劈了。有作者在，嗯。库拉比，这东西也太……收集绿宝石，收集绿宝石。那个彩蛋箱很明显没有人去过啊。嗯。连盖过去的路都没有。没有人想要去。后面，我们家旁边两个都没人去。对啊，说不定很好了。哎、欸，我、哦、四颗钻。我去。好，转起来，转起来。换跟谁换？这边绿宝石就先留啊。绿宝石可以留，这里换钱。对，哦。那团团说可以换那个钻装吗？这里名牌一。有有有，我们资源够多的、啊。嗯，它是钻装怎样？每一件装备都一样、啊，它就只有衣服而已，就名牌一样，胸甲对，胸甲呢？勾住你的，勾住你的，我刚才想换什么？我知道了，我等下来勾你，麻烦你勾住我的心了，钓竿，来吧，我要来勾你了，我已经被你勾走了，刚才要好低哦，只能用16次啊，对啊，这边哦，只勾你16次。勾引一下，嗯，你勾一次我就上钩了。哎呦，聊天室好坏哦！他们结婚叫什么组合吗？蜜瓜，蜜瓜，哇哦，笑死！蜜瓜，蜜瓜，哦，有剪刀，真的是很坏，掉汤哦！哇，还有群体隐身钥匙。嗯，哈基在跌了，哈基在跌了。啊，那弩的耐久好低哦。嗯，回复半颗星，没用。神农资源，哎，治愈兔兔，火药雨，情侣联合技，什么？释放情侣联合技，然后哈基的对象换成哈基自己。啊哈哈！他自己自攻自受，他自己跟他的右手释放了这一招，哇，好强哦！厉害啊，厉害啊！不愧是哈基，太厉害了！哎呦，他可以换中介箱出来，嗯，冲天炮，哎，就可以又开始慢慢用附魔了。等一下，什么？有情侣之后结婚证书才起效？哦，有中间可以下去吧？嗯。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下去吗？所以我们可以情侣下得去，应该是情侣吧？情侣才可以去结婚。我们还没有，我们苦力怕可以自己打。这边有银行宝，可以使用。哎，有了，那是我打的，拍子拍子。那我打的拍子拍子，那我
他奸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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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落雷哦，他们丢落雷哦。好，奸商奸商，先保护奸商。看看有什么，看看有什么。绿宝石换火药，钻石换火药，还有火药换中介珍珠跟金苹果。有人有人有人，本机本机，我攻下来了，我攻下来了。哎呦，好，打掉打掉，哇，你那个快速快速，好快哦。对啊，快速上膛。那、哎、是我们过去的，哎、欸，他不见了，被雷打到了，被雷打到了，好坏哦！傻眼，他们召唤作者，他们召唤作者，我把他打下去，打下去，打去，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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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作者很痛，很疼，下去，下去，那快速上膛很爽哎、欸，很爽啊！可是耐久就是低啊，对啊，快点，快点，先把作者干掉！哇，这作者是很强，他掉钻石，他掉鞋子吗？啊！我没有拿到啊！他掉什么？我没拿到哎、欸！我刚刚看到蓝色鞋子喷出来，是皮革鞋还是钻鞋？不知道。我没拿到。哎、欸，哈基，我也没拿到。没有。哈基，射不到。情侣联合技普通。我拿身上有一个多一个铁鞋鞋。哦。哈基到中间了。他到中间了。他在中间塔上。哦。他还在叠，他还在叠。中间上面也其实可以用爬的、啊。嗯，我们就用他的桥去他们家吧。对啊，有人吃醋喽！加草，靠亲密度。啊，亲密度越高，好像那个他们的情侣会越强。亲密度好像是要买那个吧，就中间商人。他有生日蛋糕啦。没有，他们彼此靠在一起也会慢慢增加。哦，因为我们这次桥就直接到他们家了。对吗？对啊。哦、好好巧、哦，直通直通，就是帮我们盖的，帮我们盖的。对啊，到了到了。刚刚刚射了我八发雷吧？我发射。哎、欸，哦，他们有人偷偷摸摸的。啊、哦，啊，那是我们的。哈，哎、欸，摸掉自己的、哦？哎、欸，是吗？是啊。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摸我们，我摸的是他们的，我摸的是他们的，误会。打打打打，本机本机。我是摸他们的，没错。哎，我们回不去嘞、欸。这坐桥，我养猫，我养猫，坐桥坐桥坐桥。哎，哎，隐约跟害我害我还以为我摸错了，我是没我没有摸错，我没有摸错。是什么？不知道。你们谁情侣了？我现在没空看。隐约跟杰哥，我跟隐约，你要不要去？你们两个先靠在一起，我们会有抗性。哎呀，好，你去买生日蛋糕啦。去买东西，去买东西。我先换钱，我先换钱，对，谢谢。我在砍他们的。多钱？哎，好。我把他们苦力怕第二只可以干掉咯，好起好、欸、有解决解决，我是小三我家了谁小雨小雨变小三了，为什么他刚不是跟哈基在一起吗？因为哈基选择都自己来 他选择选择自己来哈基选择左右手自己成为自己的小三最女人最大的敌人居然是另一半的左右手，左右手，这样是不是小雨不够好啊？嗯，害哈基都选择左右手，好像有挂，好像有挂，有挂哦，蜜瓜，不要蜜瓜，有蜜瓜，有蜜瓜，只剩瓜了。哎呦哎呦 ，OK， 现在算我八颗绿宝石哎、欸，等一下，让我下去。家里有几颗，我们可以那个。我没有绿宝石，多一点人有钻石。绿宝石获三颗。哎、火药雨，火药雨，哪里哪里？中间是不是？哦，所有人获得，直接获得64颗在身上。多赞！下雨下到我们身上啊！对啊，对对对对对，这应该是天公作美之类的吧？对、嗯欸，直接下到我们身上。达莱克经验瓶了，哎、欸，有铁针吗？有，上面上面，哦、所以我你是在跟我想一样的事情吗，杰克？什么？你想要弄弩？哎呦，弄弩吗？哎，你们先试试看可不可以啊？欸欸欸欸先试试看，说不定他有水。有人隐形，有人隐形，有人隐形哦，就可以洗掉附魔啦。有人隐形吗？有人隐形。重点还是第三只啊！我第三只先读好。好。哎呦，大家都是小坏坏哦，真的都在想要的事情。圣、哎、雷，不是你可以两个弩合在一起，好、
就两个奴啊，这样就快速在家啦。就是我们不要快速上学啊。他那个附魔台 Q 上去也可以直接上学。对，我懂你意思，懂了。啊，钻庄跟谁啊？钻庄是中间的，中间，我刚没看到人。要在房子里。房子里，这里可以直接洗掉附魔，可以啊。房子里谁？因为你知道是谁吗？就 Q 上去啊！你 Q 上去，那我要在干嘛？杂货商人吗？没看到啊。所以第二只不用管了哈。中间的靠近我们的房子，小房子里面，就是在正中央那边。哦，所以是在外围哦，在外面那边，就不是在我们家啊。啊？哦，有了。啊！快速上弦，好可惜哦。史诗联合技，自己跟一个鱼靠自己跟自己。黑夜降临，所有人显得隐形。隐形，哇！哎，尴尬了，翅保护，回去买吃的了。嘿，我方守护者被打，他们在打第二个。快速上前，有了，浪吧，让，凡凡，小三，你为什么要选择他们的？小三，有我在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选他们。撒娇，自己跟自己撒娇，这样子没有问题啊。你看得到我，我看得到你，自己跟自己撒娇讲，阿基，阿基。我是哈基，哈基又在那个喽，又在隐形了，对啊，没有那么强。那我可以直接把我的再合上去吧？可顶多快速就是三，所以要么就是快速，因为五是那个指令出来的，这把我强，没关系。哎，我们强没了，要重新弄。然后前面是谁？应该是我不确定。等一下，我要再拿一点青金石。专属技能与武器，伤害随着我方。哇，他落雷剑是不是啊？对，哎，你们越亲密，我这把武器越强哎。哦，对，小三的话是这样子。等一下我去中间买蛋糕。哎，重点是你们两个情侣要一直在一起哦。我知道。等一下，谁可以盖路啊？有是不是隐形啊？对，刚刚有人隐形。那个本机。我们要不要那个天桥鸡蛋直接过去啊？哎，对呢，我身上有天桥，来，你直接去吧。嗯，那我们可以出去。哎，你总是拿蓝色的啊，三个绿宝石。我他们那一队啊。哎呦，他贯穿哦！哦，对啊，女巫，他贯穿哦，会疼。我也有啊！哇，你们都负贯穿啊！但是要改附魔啊！是人偷偷摸过来啊！可以看看丢火药抓人，丢经验品吧。原来是小雨，食物。别再用那个了，他们钱很多的。打雷，防爆没用啊！哎，他掉下去了。走吧。他们都用雷电剑石，八个火药一个。帮我看一下，有人，哎，那是我们自己的。放心。啊，嗯。行雨联合技神话。哎，家里有人，家里啊！他们隐形。哈基。我在打。家里要有人防，要有人顾。恶魔觉醒了。系统出错，生产火药的机关卡住了。哦。虽然没有办法再掉火药了。嗯。哎，风力是有人哇哦，有哇，这也太强了吧！那我先暂时守家哦，你们等一下有人回来，我们再 switch。哎呦，哇，怎么了？他好痛啊！他怎么可以痛成这样啊？他死了吗？他死了。哎，我有附魔金苹果哎，为什么？他掉的吧？他掉的。好，那我吃掉了，谢谢。那我吃哦。哎，元，你先守一下好不好？我想去买钻装。哦，好，我守一下。你们说在哪一个啊？第一塔还是第二塔？神经病啊！啊，你是说转装吗？来，你到中间，我带你。那我怎么都没看过？在那小屋里啊，家里丢小屁孩就好了。哦，这里有人了，这里神秘商人来了，小雨来了。
拜拜。你那个好输压哦，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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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神，水柱，谁？哇，小屁孩去哪了？哇，我有四，他会消失不是吗？哎呦呦，哎呦，小屁孩不会啊。要不要往前？要不要往前？趁现在我们水之呼吸往前走。好，往前冲，往前冲！哎，听到他的声音，还不知道在哪里。嘿，嘿，走开，走开！水之呼吸，哇，这个奴真的超强。这奴太夸张了，我觉得。啊，我们要让繁星变超强。有有有！哇，顺水流往上啊！来了，我来了，来了。好，你在哪里？可是我见识剩不多。中间，中间，中间。哎，没事，繁星可以稍微前压。好，他死了。你们后面的人可以往前哦。